我们继续啊，我听不见小朋友们的声音。2020年，2020年，是一个不开心的年，是一个不开心的年。可是现在就要结束了，可是现在就要结束了，结束。你再也不需要。你再也不需要坐在一个角落里，坐在一个角落里流眼泪，角落里流眼泪。2021年，2021年将会是一个欢乐的年，将会是一个欢乐的年。嗯，桃妹读的真好。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？是去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去年的时候，王思睿小朋友写的。那今年是2021年。爸爸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读这一个2020年写的。我们今年这一年，前面就是2021年，前面就是2021年。2021年，我真的想要背起小书包。我真的要背起小书包，去上学。去上学。我真的想要拥抱。我真的想要拥抱我的好朋友们。我的好朋友们，我真的想要坐飞机。我真的想要飞机，去看看我远方的家。去看看我的远方的家。再见，2020年。再见，2020年。时代广场的水晶球。再向你挥手，再向你挥手。你好，2021年。你好，2021年。请让我的，只要我的梦想成真。梦想成真。因为2020年呢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，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背上小书包去上学，那他们就希望2021年可以。那其实今年我们同样的梦想，希望2022年我们可以背上小书包去上学，来去看看远方的家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来读一首童谣，名字叫做《捏泥巴》。捏泥巴，先捏一只鸡，先捏一只鸡，再捏一只鸭，再捏一只鸭，捏只山羊，咩咩叫，捏只山羊，咩咩叫，捏只母鸡，咕咕哒。捏只母鸡咕咕哒，捏只小猴蹦蹦跳，捏只小猴蹦蹦跳，捏只青蛙呱呱呱，捏只青蛙呱呱呱，捏个小孩就是我，捏个小孩就是我。快快乐乐是一家，快快乐乐是一家。非常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首。下一首呢是唐朝的诗人写的，名字叫做绝句，一起来读绝句。绝句。唐贾岛。唐贾岛。海底有明月。海底有明月，圆于天上轮，圆于天上轮，得之一寸光，
得之一春光，可买千里春。可买千里春。好的，非常好。我们再来读我们的老朋友啊，江二曼小朋友写的这首诗，叫做粥。粥。粥就是我们平时喝的粥。我喝小米粥。我喝小米粥。每次都会打一大勺。每次都会打一大勺。因为小米豆。因为小米豆。一粒一粒的。一粒一粒的。像一个大家庭。像一个大家庭。我不希望他们分开。我不希望他们分开。非常棒，我听见 Apollo 和桃妹都读得特别棒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读一首诗，叫做小歌谣，它的名字叫做姓氏歌，就是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姓啊。大家来想想自己姓什么，姓氏歌。我知道妈妈的姓。姓氏歌，姓氏歌。你姓什么？你姓什么？我姓李。我姓李。什么李？什么李？木子李。木子李。他姓什么？他姓什么？他姓张。他姓张。什么张？什么张？弓长张。弓长张。古月胡。古月胡。口天吴。口天吴。双人徐。双人徐。言无许。言无许。中国姓氏有很多。中国姓氏有很多。赵钱孙李。赵钱孙李。周吴郑王。周吴郑王。诸葛东方。诸葛东方。上官欧阳。上官欧阳。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的姓，然后中国的姓有很多，还远远不止这些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读人教版的语文，就是国内的小一年级小朋友上课要学的一首小诗歌，叫做小青蛙。我们来一起读小青蛙。小青蛙。河水清清天气晴。河水清清天气晴。小小青蛙大眼睛。小小青蛙大眼睛。保护禾苗吃害虫。保护禾苗吃害虫。做了不少好事情。做了不好好事情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半部分。请你爱护小青蛙。请你爱护小青蛙。好让禾苗不生病。好让禾苗不生病。好的，非常棒。我们继续下一个。下一个是诗人王安石，唐朝诗人王安石写的一首诗，叫做梅花。我们一起读这首诗。梅花。梅花，王安石。梅花王安石。墙角数枝梅。墙角数枝梅。林寒独自开。林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。遥知不是雪。未有暗香来。未有暗香来。好，非常棒。
我们再读一首著名的现代诗人戴望舒写的诗，这篇非常的长，我们节选一部分。这首诗的名字叫做《在天晴了的时候》。在天晴了的时候，戴望舒。戴望舒。到小径中去走走吧。到小径中去走走吧。在天晴了的时候，在天晴的时候，赤着脚，斜着手，赤着脚，斜着手，踏着新泥，踏着新泥，涉过溪流，涉过溪流。好的。我们继续来读第二部分，在天晴了的时候，新阳推开了阴霾了。新阳推开了阴霾了。阴霾了。溪水在温风中晕皱。溪水在温风中晕皱，这个有一点难啊。在山间移动的暗绿，看山间移动的暗绿，云的足迹，它也在闲游。他也在闲游。好的，好，接下来读一首中国台湾的诗人林良写的，他的名字叫做《刺猬》。刺猬，大家都看过刺猬是吧？我看这个刺猬before。可爱的刺猬，可爱的刺猬，你身上有那么多。你身上有那么多扎人的刺，扎人的刺，叫我怎么抱你呢？叫我怎么抱你呢？对，太多刺了，没有办法抱他。好，我们钓鱼。再来读下面的一首小童谣，叫做《钓鱼》。钓鱼。天黑了，天黑了，天黑了，天黑了。钓鱼的回家吧，钓鱼的回家吧。你的妈妈在等你，你的妈妈在等你。鱼儿的妈妈在等她，鱼儿的妈妈在等她。好，非常的棒。好，我们再读最后一首，叫做《有条蚯蚓真可笑》。有条蚯蚓真可笑，有条蚯蚓真可笑，有条蚯蚓可可真可笑，不是蚯蚓是鼻涕，不是蚯蚓是鼻涕，顺着鼻子上下跑，顺着鼻子上下跑，上下跑。掏出手绢儿，快醒掉！掏出手绢儿，快醒掉！醒掉！哧溜一声出来了！哧溜一声出来了！不要挂在鼻子上！不要挂在鼻子上！哧溜一声进去了，哧溜一声进去了，让人看见多不好，让人看见多不好。好了，那这些呢，刚才我们读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大声朗读的全部内容了。今天我和83个人大声朗读，接下来我把所有的朋友小朋友的静音都解除了，都 unmute 了啊。那接下来可以跟老师一起说，今天呢，我和23个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开心。一起大声朗读，大声朗读，非常好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开心。